晕得很及时。虎猫是来到下路，想找一波孽主。孽主现在这个状态很差。对，这里有网，再往前跟。这小蜘蛛在跟。补一口单杀了，漂亮！小蜘蛛数量非常多，一轮齐射。这个踢过来送了呀，哎、这还是谁？孽主感觉。虎猫再滚，蜘蛛这边再过来，感觉这两只要死了。小蜘蛛狂咬。Ramsey 三杀，想接、在边上看到虎猫先给一锤，这边变龙雪人这边拨过来找后排这个黑鸟，王是没有死，滚走，骷髅王是交了第一条命，给波蜘蛛无敌啊 ，BKB 的骷髅王起身再被咬，这边输出也很高，但开了一个引刀，这边 VP 是没有反引，水人忙拨了一下没有杀死，如果再往前留人，拉比克被留到，大屁股，卡龙骑士晕谁？龙骑士给了口晕，黑鸟吐一下，水人变体攻击。黑鸟关自己踢中大屁股，蜘蛛血量不高了，再是一个波，水人转一下血，有盾关一下，下路这边有人去管这个蜘蛛，哎，引刀掉了，引刀骷髅王锤了一下，但是有点应接不暇，两路分推，两个大哥，一个是龙骑水人，下路是蜘蛛，往这滚进来，沉默了黑鸟，这黑鸟要死，人被秒掉，黑鸟买活。开了放大招再拆，一路还有 BKB 没开，开 BKB 强拆，好一路，中路也破了两路，开完这个蜘蛛直接冲上去咬人，把蓝胖子给咬死了，当时这个脸，人家拖进来，迅雷又是秒掉了大屁股，要出拳了吗？骷髅王，骷髅王要交大。黑鸟被控了一手，有大推推，活的，赶紧走吧，差一点。这波人多，那杀土猫就是亏了。是包到中路，拉比克是开悟的，先手影魔有一脚踩，也走到影魔这边山吃了潮汐一个大招来，太多了，要被强杀了这波。现在这个剃刀是电魂就过来拿符了，左边滚。拉比克这边，哎 ，TB 换血之后，拉比克自己死了。这波这。就酱油大哥阵亡，过来踩一脚，拉比克抽了一个魔爪，把拉比克带走吧，拉比克站着不动，快，对，赶人，潮汐要找机会跳大了，潮汐来跳大，电魂别没开出来，对，被秒掉，反应还是慢了一点，我刚才看得到这个潮汐的，但这一路是已经破了，对。一个剃刀可以接受，想再的话是跑了。有酒仙还在表演，双 BKB 强行碰盾，碰到肉山，热奶全收。对，要反打，酒仙被留，大招的哎没开出来，被秒了。酒仙被秒掉，这样的话 BKB 可能受血，但是被这个捞飞了起来。没有 BKB， 一脚踢，我们有 BKB 这波。影魔摇大招，吃奶酪要反打吗？这边不太好反打，影魔盾也要交了。这一波双核为了拿盾是没有 BKB CD， 我交盾，我滚走，起身被守，如雷说塔防，这一路的话 BKB 放下的话就是自己，一刀是开启 BKB， 潮汐的位置有点危险，推一下，但是有 CC， 首先复活，先复活七这边的，哎被秒举，能秒吗？潮汐放大，直接回家，九仙 ，Ram 这次也倒下，不能买活剃刀这一波。吗？躲了一下。哎，冰魂这里出来被取了，冰魂被秒掉。虎猫也危险，露娜是有月光的，三级月光。A 人很错啊，有这个露娜在。对，哎，把土猫带走。哎，露娜被飘毒直接给毒死了。他是在杀人的时候没注意这个，对，没注意层数。近身，还差一下。残血。啊，关了一下，很极限。在这个飘毒，两层、三层 A 一下，一爆给 C， 漂亮。那也有，这个位置不错，推大。先打两个，露娜开大招，是的，拉满，再加上大油大招秒到美杜莎。这边的话，电魂位置也不好。对，被近身。来一道月光，再来冰魂反大砸中三个也不错。如果来了，看怎么输出。骡子的话是找到冰魂，冰魂我技能还没用，两层飘毒飘到了潮汐，潮汐扛。先吹风留下找安全位置再举，然后在高坡这个方向过了三个人，对，这边在滚手冲脸把人赶走，这个大招是
砸到这边路道，好像是猴子更新了金箍棒，再往回退，这边过来贴毒狗，毒狗在锅附近被集火，或者是危险被炸死了。这边猴子的话是也被带走了，是的，大牛也阵亡。走跳走，猴子往前强冲，淘气七跳八来了，打一个，再抓金找位置，没他开启了 DKB， 大没有接上，猴子死了。那这边真的站不住，这冰眼蝶都动不了。要双核直接阵亡，冰眼蝶大满活。有跳刀，天辉跳大跳过来，但是大了一个刀，对，他的 A 上大，效果大起来。但是这边美杜莎是有盾的，对，马上就要站起来了，站起来满状态。这边潮汐又死了，放人去了，正受到攻击。这边穿刺过来，打正反 CD， 咬，再吐，再咬再吐，放网，哎，没蓝了，再咬一轮，最后两下冲上高地，咬死了。反咬这个乌鸦，还有刺吗？再刺一下，这诅咒伤害应该是有机会跳塔。还有小兵，但是全打到上路来之后，这个天就是无敌的呀。之后这个对一级还行，后面打不过了。中路，哎呦，这波王塔防不敢上，被弹到了，跳不出来。DK 是追踪，但是感觉守不了这个高地，直接秒拆，拆完打盾。天辉中大圣满活，无一满活，两个满活，应该是本场比赛的最后一波了。对，有盾的直接放大招，把夜魔赶走。夜魔这边是靠一个微光防跑，哎，还没头。放了个技能，1v4直接秒死，一买活死，夜魔买活，诺瓦交盾，开 BKB， 正面刚大圣，大圣被咬的四下受不了了，是没大招的，直接咬死，大圣买活死，这是他把头子动了，不是这个意思，这个是谁？那是给个雨锤，这场吃的很慢，天黑上碾压了，双 BKB 齐开。我直接冲脸跳上来被秒摇啊， PK 也是被咬死了，三口咬死了。